这问题放在历史卡几多？啊？王贵超具体题呀？你去纪念干嘛？你有没有在听长官说话？真的是。我以为你说要去据点嘞。我想说，奇怪啦，怎么这个方向越来越像回家的路啊？因为我们要去那个什么实验室吗？不是实验室啦，军营。对，军营。哦，去军营啊！我刚刚讲那讲话，我去旁边上厕所啊，阿紫听到一半啦。哦。怎么好像常常在上厕所？长官，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们来这边交给你们长官一个东西，是调查员要委托我们交给中央的。哦，那我联络一下长官一下哦，等我一下。你们领导是谁？是我。那个，我们长官说可以进去。好。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好。哎，这边，这边。好。你。哎，通通有面向我。哎，谁找啊？谁找啊？哎，长官，我们找你。那个，我们刚跟调查员去北部的一个地方侦查，然后我们在那边拿到了一个黑衣部队身上的东西。那调查员说他好像有点有毒物质，他现在用一个布把它包好了，要请中央进行那个研究。那个报告一下连长，你给我看一下吧。你的宠物被老黄杀死啊？你看对面，等我一下啊。好，我还在啊。怎么了长官？学长嘞，老黄在睡觉。睡觉，你看。好啊，我要给你一个叫匕首的信物啊。我收到了。啊，那个我也有收到那调查员的通知啊。你们这边有没有一个叫吉尼尔斯的？啊，有，在那边。哦，拿过来吧。来，跟我来吧。这是调查员叫给你们奖赏。剩下的人在那边等着啦，要进去啦。那个这台车就是调查员说要给你们东西啦。对啦，他说是你们协助他啦，这台车是赠予给你们的。好，长官，这台车应该是可以在车库的吧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好的，长官，我们先走。长官，拜拜。小天要骑脚踏车回去了。对啊，没事，我骑。哇，终于有车了。而且这台车蛮快的感觉。可是他这台车油有没有加满啊？快没了。快没了，我就知道，肯定没坑。没油了吗？好像没有。我加油，我加油。就没有了。啊，油箱盖在哪里啊？没反应。我们刚刚怎么没问长官怎么如何加油啊？看长官这油箱盖在哪里，我没看到。啊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原来在这里啊。为什么我们据点附近最近都一大堆强尸徘徊在附近啊？好奇怪。真的。会不会是因为一直有人来我们据点这边找？哇，卡住了，卡住！卡住，不会吧？不要！靠，不会吧？我先下车了。在吵哦！派一个去那个仓库拿修车包回来。哎呀，坏掉了！撞一撞，这样就坏掉了。坏了！撞僵尸撞到坏的，哇！我去拿修车包。好，去拿修车包回来。天哪，这车也太不耐撞了吧！超烂，我只撞两个，没油，然后又一下就坏掉了。后面有东西，拔不动了哈。抛锚了 ，QQ。哇，冒烟，冒烟了。那个是什么车？哎，我怎么还爆炸声音有？这是要弄吃的还是山洞凉的？山洞凉吧，是吧？哎，他们就这样无视我们。为什么不叫住他？叫住他们啊！就叫住他们啊！叫住他们可以干
嘛，他会免费给我们修车包吗？啊，不知道，能 A 一个是一个啊，快去！来不及了、啊，他们跑远了，他们很悠闲的从我们旁边这样骑过去、欸。啊，小天，你帮我上车看一下，我来看引擎盖好了。你帮我上车看能不能？哇，引擎过热啊！他原来的长官他们水箱没加水啊。对啊，这边一直冒烟呢、欸。哦，往后开吧。啊，好像可以。哦，怎么又爆炸了？爆先回去吧，我赶快把这台车开回去。小鹿还没做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知道，我跑回去。干嘛他要跑回去？不屑做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僵尸王，僵尸王，僵尸王。哪里？哪里？哪里？哎、欸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先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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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走、啊，先走。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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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车，上车。这太危险，这个太危险，这个太危险。小天，哎、欸，快点，小天，小天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被踹死了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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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一刀，小天，先去。哎呀，妹子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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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行不行，我怕，我怕，我怕。去停车了，他等一下火箭筒射过来就爆了。好好，先停车，先停车。火箭筒射到重伤。先停车，然后回去救他们。那刚那个爆炸声，该不会就是？应该是，应该是，应该是。干不行啊，长官！不是，这台车根本放不进去。对不对？你先停在这里，先走。这辈子他来了。哎、欸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赶快！长官，那是不是僵尸王啊？对。赶快打这僵尸！我很怕打死长官。哎、欸，死掉了！死了吗？死掉了。我们就是在找这一只。赶快填装。兔哥，你开锁一下。我看可不可以。开锁了，开锁了。先摸这个。哎、欸，你们东西拿一拿，我说那台车停不进去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停不进去。要不要让基尼尔斯停停看、啊？嗯，打不开吗？哎、欸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啊、好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好，先去接小乐回来。那副团长跟小天看要不要先拿一下僵尸王身上的东西。僵尸王不见了。哎、欸，我操，他可以直接把我，我靠！超多只的、啊，重伤了吗？说哥倒，说哥倒，我掩护。忍耐一下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也太多丧尸。原来刚有丧尸逃离研究所。对啊，那我们还没接收到讯息就那个了，挺衰的。给副团长停吧。哦，我是停了你。我们继续巡逻啦。好，长官辛苦了。长官辛苦了，拜拜。说给我们，等下要不要去找蜀山他们？找蜀山，好啊。啊，去找蜀山要干嘛？找弗朗明呢？弗朗明在哦。不知道。好。我要去看看啊。那我们现在要开车去还是要怎样？开车去代表有一个要，可是现在是要去哪里？刚才小天不是说要去找那个？对，可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蜀山的据点、哦，还不知道他们。再缓缓好了，就看要不要先找富州的换一点子弹。好像也可以，顺便帮我换把小枪吧。那就是在做了，不知道他们在不在。要去他们基地找，看能不能遇到他们、啊。去他们基地最好是骑脚踏车去。为什么？他们那边草丛里面有很多障碍物，车反而才容易被用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好，好吧，那所以我们又要走脚踏车之旅啦。我们仓库唯一一个修车包，因为刚刚用掉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
除非有很必要的急事，我们再开那台车出去吧。好，那我们去找脚踏车吧。走，我们去找脚踏车。哎、欸，你带火药，帮我换枪枪。对，带个火药吧。哎、欸，我们在找你。哎、欸，小丑哥。啊，小丑哥。这感觉不像小丑。小丑在下面。你们怎么跑来我家？啊，这小丑哥你家？欸、啊，这你们局点啊？